有没有可以再找富士电台里面出没的艺人？那里那里，有在那里呢，我们去吧。你好，很久不见了，哇 ！MRP 小风帮你吹来了。我在找一些艺人啊，你们有空吗？只要占用一点点时间就好了。我可以叫我自己艺人吗？可以吗？当然 OK 啊，太开心了。等一下哦。把你的手机语言设定成英文，然后他就可以帮你确认发音哦。Siri 会搜寻，然后确认你所念的对不对。来宾会有5次机会，然后有3次得到外国老师的协助。当然，亚麻皮会参加比赛。OK， 我会给你第一次的挑战，就是这个。就给这个给我，这个是对我太熟悉了吧？好，小野さん第一次，第一次挑战。Mental. All right, here's what I got. 哎，这是我找到的，这是什么 ？Mental. 太可惜了。哎呀，我帮不到，换你了。我不知道，是我。我觉得电话有问题 ，Siri 有问题，可能是我声音太大声。换我了吗 ？Mental。哎，怎么又这样？很难呢。对啊，我觉得太难了。就你说 mental 啊，现在问我了，讲成 name 的，刚是 who， 怎么现在会变成 name？ 奇怪，为什么？第3次了，我们请老师来帮忙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好，记起来了。Mental. I'm not sure I understand. 我不确定我听得懂哦。Mental 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听起来怪怪的，从来没有听过。他会教你什么？什么？太靠近了。要把牙齿放在牙齿中间，放在牙齿后面哦。第3次 Okata 上，抱歉，我没听到。我还没说，他还没说完呢，再试一次。抱歉，我没有听到，奇怪，为什么？他没听到我说的，再试一次吧。太厉害了，我说对了。现在换我了吗？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试试看。你牙齿声带出来了，怎么听起来像中文啊？这是英文呢。我刚会的啊，怎么？现在讲错了。Ono san，最后一次机会。好开心哦，太兴奋了，换亚麻皮了。他只有一次机会对吧？怎么可能？把你的牙齿放在舌头的上方。下一个姿势。Panzer， 把这个字给我，谢谢你对我的关心。
我们那个演绎的队的名称就是这个。Cancel 了。刚说 pan 对吧？现在换我卡塔萨第一次。怎么没反应呢？他忽略你了，忽略我还不知道有这种惊喜。啊，两位来宾第二次都答错了，所以听听看老师怎么说的呢？那我们不需要赶了，我们有这机会，一步一步慢慢来。他嘲笑我，也许我发错音了。我们很尽力耶。别开玩笑了。王老师，第三次。我听起来像中文的。好难哦。你牙齿声太出来了，太恶心了，快快！你好像在舔东西，奇怪，刚刚那声音是什么？从哪里来的？我打卡，我看他上第三次。我不知道哎，我不确定这次可不可以成功。Panther，Panther，Panther，Panther。我上第四次。Panther。我不确定你说什么哎，我觉得你说 Panther 讲的没错啊。不是 Panther， 是 Panther。你舌头伸出来，伸错时间了。啊，我把它上第四次。变成 bathroom。我没有找到公共厕所哎。Siri 讲的。奇怪。你听到我说 bathroom 厕所？讲得很好，很好吗？你到底怎么搞的？你必须认真的教他，认真的。王老师，最后一次机会。好开心哦！对，这样可以。我给他上第五次机会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亚麻皮，看到了没？为什么花这么久的时间呢？你们那些人在那边搞什么啊？动手脚不公平，因为他是亚麻皮吗？在搞什么鬼啊？这是连线的好不好？真的真的，我听到他说 Panda 哎。英文常见的字是 leopard。接下来这个。Thursday。王老师，你的第一次。Thursday。Okay, I found this on the web for Frosty。
First date. First date 的那个 date 那个结冰的约会，在想约会啊？你也别这样好不好？你还好吗？你脸红了。我谈到什么敏感话题吗？我没事，抱歉。他可能会生气，不好意思。我把他上第一次。Saturday 什么鬼啊？降料的日子，他针对我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小野さん第二次。Saturday。I'm not sure I understand。你是不是很喜爱约会 ？date 这个字，小心相机会抓到你脸红哦。你还好吗？你知道 face date 是什么吗？就是快速闪电的约会，非常快。行きます。どうぞ。Saturday。I'm not sure I understand。Saturday。Saturday 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？今日はサルサで。今天是烧洒的日子。day のとこも間違えたくない。我不想把 day 念错。day。第三次。どうぞ。Thursday。First date の。你真的很喜欢 date 约会，根本呢不用自己的。你真的太在乎约会了，我们在工作哎。啊，我不想要再错了，我不想要了。Thursday。什么？在开玩笑吗？我刚刚是说对的啊。你那个舌头放出去以后要卷回来。Thursday。OK。どうぞ。Thursday。够了、哦！也许你的情绪打垮了你耶。我已经抢第四次了呢，舌头卷出去然后卷回来吗？我不确定我听得懂哎 ，first date， 这是我刚说的吗？那好像那个总统在说的话，太开心了，最后一次了。请问要怎么不让我说成 date？ Last chance， 走走。Thursday。You were saying。哎呀，太可惜了！是太多次，以至于讲不清楚了。你讲太多了。Thursday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是在偷偷练习吗？亚麻痹，现在是换我哎、欸。你在练习啊？等一下才换你耶、欸。我把它上第二次。Frosty， 那什么啊？总统说这个话吗？雪人哦，他一直是雪人。哎，完成了吗？最后一次的呢？那快，给我。Thursday。啊，是怎么可能？在开玩笑吗？成人的力量又发挥了，舌头要伸出去，然后卷回来。